刘说他比人早，他不可能。他还没过来呢，他就这一口。您坐车回去走出来，这个道儿您不走，他不走啊。过完玻璃栈桥，他就回去走了，人家车开过去。但是我们上九江的时候，那个导游给你跟着的，他是没有回头路了，就跟着家的。那不可能，人不下来就完了呗。